肯定跑步跑得太狠了，这么大热天。我不把那空。那对夫妻两个人，他们估计跑太热了，然后就在这个全福超市这里买了一瓶水，他喝了瓶水，没到一分钟，水都没喝完，他就四肢抽搐，就一直在地上躺着都不能动。后来有一个顾客给他做那个心脏复苏，那个人给他做了，当时就好多了，然后附近人多嘛，然后都在那里帮忙的，打了120过来，直接拉走了。